奇。是啊，好奇啊，想得真好，真妙啊！眼睛真好。来都来了，何不杀一盘？咱俩认识？哈哈哈哈，有意思，有意思。动车人真的可以使用九龙拳吗？放心吧，大夫，这还是你们和老动车人带来的灵感呢。舅舅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大副的出拳速度和力量还不够，九龙拳的要旨是将全身的力量集中一点，瞬间释放。可大副，也许该请教一下师父。我们之前见过吗？人老了，见得自然多了，用心就能见到喽。好奇，你下过围棋？曾经从一个人类那里接触过一些，四目十一。这局你输了哦。大意了，大意了，再来。你耍赖，动车人的围棋水平怎么可能赢得了我？你又输了哦。哼，你这投机取巧而已。围棋本就是靠着头脑，在方寸间纵横捭阖，狡辩之次分明是输不起。什么？你说我输不起？你就是输不起。我怎么可能输不起？你看你现在就是输不起吧。输不起的，你说我是输不起啊？我输得起，输得起，输得对。怎么可能不输？怎么回事？你根本就不懂围棋精神。输了耍赖就是围棋精神吗？谁耍赖了？你的子儿明明就在这里。师父好，向风长官好。好，跳跳来的正好。人类的年轻人如此聪明率直，有礼貌，老年人却如此。向风长官，您。你说我？看看大副，年纪轻轻却虚心好学，懂得向我讨教功夫，怎么老年人反倒如此不懂规矩呢？师父，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，我有个问题想一会儿再说。大副，咱们野区的材料中心遭到无人机袭击，这群家伙立刻出发。你教出个好徒弟啊。你提携的年轻人也很不错。他们才是希望。敌人一定是奔着材料中心的机甲耐寒涂抹去的。真是贪心，绝不能让他们得逞。导弹车攻击！快离开那里！队长，把它交给我。
你躲在这里，前面交给我。龙剑正在赶来，你要小心啊。放心。这两个交给我们，你去对付那个大家伙。看我的！大夫，阻止他！哼，掉牙的教训！大夫，真有你的，居然学会了利用强力波来干扰敌人体内的能量传输。我可是每天都在进步哦。大夫，小心！没那么容易。强力波能量，还是没有足够的人手，同时对八个分配点都做好充足的防御。小副长官，还有我们呢。对，还有我。你们另有任务。什么任务？我可随时出发。好，今天开始，你们给我看住地上监测点，一旦发现敌人，就地阻击。没问题。我们这是要先发制人，对不对？哦不，应该是主动出击。好了，芳芳继续检测其他分配点，你们两个行动。是是。我们分头巡逻。正有此意，我去工业区，
居民区交给我。重建，敌人非常强大，不能冲动。切，冲动的人是你才对。他可是齐天大圣呢，看来大夫的身体施展出九龙拳已经没问题了。嗯，J1监测点一切正常，J2监测点正常。大夫，大夫，二次升级准备好了，九龙拳一定可以纵爬下那群坏机甲。真的，太棒了！可是星宫随时可能行动。巡查完地上世界就赶去。星空这几天都没有什么动作，很奇怪，他背后的掠夺可绝不会放弃地球支援的。监测点是地下世界的入口，只要看住他就行了。啊，嗯。哎，地上那个秘密的入口不是也可以进入地下世界吗？啊，不好！不用担心，那个入口没人知道。那个入口虽然是个废弃的大门，但它原本就在星空的监视下。大夫，糟糕，马上前往秘密大门。走吧。机甲的新功能开发完毕。很好，立刻行动。这里的地球之源都是我的，我的。装神弄鬼，不好！
小峰长官正在赶来。大胆！今天就让你们有来无回。动手！长风，这里交给我们，你们去检查城中还有没有其他机甲作乱。是是。独自两立，在三三老家交给我国情报，其他人把地球之粮给我带回来。这家伙的防御力又变强了。快看！他们在抽取地球支援。老古董，我们缠住这个大家伙。小峰，快保护地球支援。好。收手。走。怎么样？哎呦，老了，真是老了。哎呦，那就看我们年轻人的了。休要欺负老年人！哼，无理的毛头小子啊！小心！执行撤离计划。再见。不好，他们要走了。快撤！越来越强大，不见，我们马上去找探讨升级。